今天是陈小姐与林先生的婚礼，在座的各位非常感谢今天一同参加林先生与陈小姐的这个优雅的婚礼。我们知道林先生从国中的时候开始认识了陈小姐，与她相伴一同前往这个开心的未来，没想到出了社会以后一样在同一间公司上班，然后两个人越走越靠近，最后呢才发现他们是自己的真命天子与天女。今天就让我们一同献上最高的祝福，只有两位白头偕老，早生贵子。 That was beautiful, mate. 现在刚刚林先生、陈小姐、陈爸爸把这个陈小姐的手递给了林先生，接下来我们按住 Y， 让他们两个人牵起双手，一起共创着美好的未来，献上我们最高的祝福。哇，要吻了吗？当我们吻下的那一刻，我们就举起酒杯，一起说恭喜，恭喜，锵锵锵锵，恭喜，再次恭喜林先生跟陈小姐这一段婚姻死灰复燃。哇哇哇哇哇！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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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